2013年6月8日，等我读出心底爱的宣言。谁伴我走人生的下半场？只有你一个。谁似你这般欣赏我？只有你一个。谁似你这般照料我？只有你一个。谁似你这般清楚爱食什么？只有你一个。谁似你这般清楚我想什么？只有你一个。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，但是还有耶稣。愿你终身交托给我，成为幸福快乐的如是夫人。下面那句好感动，芳芳嫁俾我啊！哇！Yeah.
境順逆，貧窮富足，疾病健康，失敗成功，我將永遠愛慕你，輔助你，尊重你，終生不渝，這是我對你的承諾。